欢迎各位都来到我们一起，我不管表演好不好，不准走。今天来到表演场，欢欢喜喜走上台上。学校放假不容易，终于盼到要休息，哪知放假还不行，不去。今天召开家长会，我们早就有准备。我怕今天要审判受罪人。吃完早饭就上课，第一节课是什么？第一节课是英文课。Oh yeah, good morning, sir. 第二节课学代数，数学老师来帮。善良有爱心。真酷。Thank you.
一般般，要大约做个8000万，爆血啦！Thank you.